女子房顶种罂粟炒菜用，违法吗？实话跟我说，这知道是什么吧？我也不知道这叫。你别炒菜，炒菜这不是芹菜，这叫什么呀？缨粒。缨粒，你就不认识字是吧？这两个字是罂粟。为什么会选择用它种菜？不是都是些小吗？好家伙，前几天山东济南一个女子在屋顶种了一株缨粒，被她给查了。啊，警察就问呢，这是啥呀？啊，缨粒，缨粟啊，你种这点啊，我炖菜用的，不都说它香吗？那问题来了，这到底违法了？当然违法，要不这么多技术井不是白白牺牲的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1条，非法种植罂粟不满500株的，10到15日拘留3天以下的罚款，情节较轻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以下的罚款。但如果超过500株，那就构成刑事犯罪了。依据刑法351条，超过500株不满3000株的，或者经过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，5年以下。当然，也有网友表示，这有啥呀？吃一点也不会成瘾啊，炖肉贼拉香。我是谁那么大胆？那到底是吃着香，还是因为成瘾后感觉香？大家可以自行检索。甚至还有人认为，这个可以踏步。哪里？啊，据说一个老头呢，种了给孙子吃，说给伯母，结果自己被刑拘。孙子因为某含量超标的，被征兵办给退了。最后，我还是建议各位远离毒品，珍爱生命。关注我，助你解开法律迷惑，变得豁然开朗。